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者。 PG 一目录，本纪第一高地上一，本纪第二高地下十九，本纪第三吴地二十六，本纪第四玉陵王四十，本纪第五海陵王四十四，本纪第六明帝四十七，本纪第七东昏侯五十五，本纪第八和帝六十二，至第一礼上六十六，至第二礼下九十二，至第三乐九十八，至第四天文上一百一十八，至第五天文下一百二十九，至第六州郡上一百四十一，至第七州郡下一百八十，至第八百官两百二十二，至第九余福两百三十四，至第十祥瑞两百四十四，至第十一五行两百五十五，列传第一皇后两百六十七，列传第二文惠太子两百七十一，列传第三豫章文献王两百七十六，列传第四竹渊王翦两百八十八。 PG 二列传第五刘世龙张圭，南齐书序六百二十七 ，PG 一，本纪第一高地上。太祖高皇帝会道臣，字少伯，姓萧氏，小会窦江，汉相国。萧何二十四世孙也。何子赞定侯延伸是中彪，彪生公府院张。张生号，号生养，养生御史大夫望之，望之生光禄大夫御，御生御史中丞绍，绍生光禄勋弘，弘生济阴太守产，产生吴郡太。守永，永生中山乡包，包生博士周，周生蛇丘长角，角生周从。是魁，魁生孝廉修，修生广陵府陈豹，豹生太中大夫易，易生淮阴令枕，枕生吉丘令卷，卷生辅国参军岳子，宋生明二年九月赠太常，生皇考。萧何居沛，侍中彪免官居东海兰陵县中都乡中都里。晋元康元年，分东海为兰陵郡。中朝乱，淮阴令枕字公齐，过江居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欲居江左者，皆侨至本土，加以南明，于是为南兰陵兰陵人也。皇考会臣之，字四伯，少有大志，才力过人，宗人丹阳尹摩之，北兖州刺史袁之并见之重。初为建威府参军，义熙中蜀贼乔纵出平，皇考迁阳武将军，安固汶山二郡太守，善于随府。袁家初喜为武烈将军、济南太守。七年，又将军到燕之，北伐大败，鲁陈胜破青布诸郡国，别率安平公以毡卷寇济南。皇考率数百人拒战，退之。
鲁仲大吉，黄考使掩兵开城门。仲谏曰：“贼众我寡，何轻敌之甚？”黄考曰：“今日悬守穷城，是以为急，若复示弱，必为所图，唯当见强呆之耳。”鲁已有披之耳，伏兵遂隐去。青州刺史萧思化欲伪证保险，黄考故谏不从，思化失据溃走。明年，征南大将军谭道济于寿张转战班师，华台县莫兖州刺史竹林秀抵罪。宋文帝以黄考有权臣之功，手书与都督常沙王奕欣曰：“臣知李明执意不在武干后，今拟为兖州刺史。”谭真难降之。黄考与道济无素故，是遂请迁抚国镇北中兵参军员外郎。十年，萧思化为凉州刺史，黄考为齐衡野府司马、汉中太守。低率杨南当寇汉川，凉州刺史征法护弃臣走，思化至襄阳不进。黄考清军前行，攻低伟卫星太守薛建于黄金山，克之。黄金山张鲁救戍，南接汉川，北枕驿道，险固之极。见既溃散，黄考即拒之。低伟良秦二州刺史赵温先据州城，闻黄考至，退据小城。薛建退屯下桃城，立柴营。黄考引军与对垒相去二里，见与伪冯翊太守蒲藻子犀利出战，黄考大破之。见等必营自守不敢出，思化既至，贼乃稍退。黄考进至峨公山，为左卫将军、沙州刺史吕平大众所为击日，见武将军萧汪之、平西都护段球等至，表里奋急，大破之。南当又遣袭河岭步骑万余人，加汉水两岸，援赵温，攻逼黄考，相距四十余日，贼皆衣西甲，刀剑不能伤。黄考命军中段硕长数尺，以大斧锤其后，贼不能当，乃焚营退。黄考追至南城，众军自后而进，连战皆捷。凉州平赵曰：“臣之秉命先驱，蒙险深入，全军旅客奋其中果，可龙骧将军。”随府转宁朔司马，太守如故，入为太子屯骑校尉。文帝以平低之劳，青州缺，将欲受用。彭陈王义康秉政，黄考不复，乃转为江夏王司徒中兵参军龙骧将军，南泰山太守，封晋新县武等南邑340户，迁右军将军。元嘉二十四年卒，年64。梁土明思之于峨公山立庙祭祀。申明二年，赠散骑常侍、金子光禄大夫。P.G. 三，太祖以元嘉四年丁卯岁生，资表音异，龙嗓中声，临文变体。如是雷次宗立学于基隆山。太祖年十三，授业至礼及左侍春秋。十七年，宋大将军彭城王义康被处，镇豫章。黄考领兵防守，太祖舍夜南行。十九年，晋陵蛮洞，文帝遣太祖领偏军讨免北蛮。二十一年，伐所虏，至丘涧山，并破走。二十三年，雍州刺史萧思化镇襄阳，其太祖自随，数免北讨樊、邓朱山蛮，破其聚落。初为左军中兵参军。二十七年，所虏为汝南戍主陈宪，台遣宁朔将军臧植、安蛮司马刘康祖救之。文帝使太祖宣旨，授节度
闻鲁主拓跋焘向彭城只等回军酒。元至盱眙，太祖与执别军主胡宗之等五军不齐数千人前驱。焘以前过淮，促相遇于关山下。合战败绩，元淮奔退，宗之等皆陷没。太祖还就职固守，为鲁所攻围，甚为急。是宁还京师。29年，领偏军征仇池。凉州西界就有五星树，近隆安。中美属低，五星西北有兰高树，去仇池200里。太祖及二垒皆破之，遂从谷口入关，未至长安80里，凉州刺史刘秀之遣司马马助助太祖攻谭堤城，拔之，鲁尾河间攻奔走。鲁救兵至，太祖军力疲少，又闻文帝崩，乃烧城淮南镇，袭爵晋兴县五等。南孝建初，除江夏王大司马参军，随府转太宰、迁员外郎，直阁中书舍人、西洋王府军参军、建康令。新安王子栾有甚宠，简选辽左为北中郎中兵参军。陈太后忧，起为武烈将军，复为建康令，中兵如故。景和氏除后军将军，殖民地利为右军将军。十四方反叛，会稽太守浔阳王子房及东诸郡皆起兵。明帝加太祖辅国将军，律众东讨，至晋陵，与贼前锋将陈汉、孙谭、冠等战，一日破贼12垒，分军定诸县。晋陵太守袁骠弃城走，东晋诸臣相继奔散。 PG 四，徐州刺史薛安都反彭城，从子所而寇淮阴、山阳太守陈天，作举陈叛。徐州刺史申令孙右将征太祖讨之，时太祖平东贼，还又将南讨，初次兴亭，前军已发，而所儿子虽零渡淮，马步万余人，即杀台军主孙耿，纵兵逼前军张永营，告急。明帝闻贼渡，拒追太祖往救之，屯破釜。所儿向中离，勇潜宁朔江。君王宽拒盱眙，扼其归路。所儿即破台军主高道庆，走之于石鳖江西归。王宽与君主任农夫先拒白骨剑，张勇潜太祖持都。宽所儿东要及太祖，使不得前。太祖鼓行结阵，直入宽垒。所儿望墙不敢发。经数日，所儿引军遁食粮，太祖追之至阁冢。后其还云贼至，太祖乃遁军引管，分两马军加营外以待之。请贼马不掩至，又推火车数道攻战。相持一日，乃出清兵攻。贼西使马军合集其后，贼众大败，追奔获其气帐，尽屯食粮。见北所儿夜遣千人来着营，营中惊，太祖卧不起，宣令左右按步不得动，须臾贼散。太祖亦欲于食粮西南高地筑垒通南道，断贼走路，所儿果来争之。太祖率军急破之，贼马自相见即死。所儿走向中离，太祖追至岸而还。除骁骑将军，封西阳县侯，邑600户。迁巴陵王卫军司马，随镇会稽。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遣临川内史张燕自鄱阳桥道入三吴。台军主沈思仁与韦龙骧将军任黄、镇西参军刘岳绪各据险相守。明帝遣太祖领3000人讨之，时朝廷弃甲皆冲南讨，太祖军容寡，却乃编棕皮为马具装，西竹为计身，夜举火进军。
贼望战恐惧，为战而走。还除贵阳王真、北司马、南东海太守、行南徐州。是初，明帝遣张勇、沈攸之以众御将薛安都为太祖曰：“吾今因此北讨，卿亦以为何如？”太祖对曰：“安都才识不足，狡猾有余。若常配缓御，则必遣子入朝，今以兵逼之，彼将惧而为计，恐非国之利也。”帝曰：“众军猛锐，何往不克？”卿 PG 五每账册，信勿多言。安都见兵至，果引所虏，勇等败于彭城。淮南孤弱，以太祖为假冠军将军，持节都督北讨前锋诸军事。郑淮阴太史三年，沈攸之、吴喜北败于睢口，诸臣数大小西奔归。鲁遂进至淮北，为剿臣，数主假法度力弱不敌。诸将劝太祖度按救之，太祖不许，遣军主高道庆将数百张弩伏舰淮中、遥舍城外鲁，弩一发数百箭俱去，鲁其相引避之，乃命进战，成为集解。迁都南兖徐二州诸军事，南兖州刺史，持节假冠军，都北讨如故。五年，进都兖、清、济三州。六年，除黄门侍郎，领越骑校尉，不拜，复授冠军将军。刘本任明帝常嫌太祖非人臣乡，而民间流言云：“萧道臣当为天子。”明帝越以为宜，遣冠军将军吴喜以三千人北使，令喜留军破釜，自持银壶酒封赐太祖。太祖容衣出门迎，即酌饮之。喜还，帝亦乃悦。七年，真还京师，部下劝勿救真。太祖曰：“诸卿暗于见事，主上自诛诸弟，为太子至若坐万岁后继，何官陀族？为应速发，事缓必见疑。今骨肉相害，自非临长之运。或南江兴、方与卿等戮力耳，败散其常事。太子左卫律时，世祖以功当别封干县，太祖以一门二封，故辞不受。诏许之，加邑二百户。明帝崩，遗诏为右卫将军，领卫尉，加兵五百人。与尚书令袁粲、护军竹渊、领军刘勉共掌机事。又别领东北选是巡解卫尉，加侍中，领石头戍军事。明帝诛陆藩妻，江州刺史贵阳王修范以人凡获权及苍梧王立，更有窥于之望，密与左右阉人于后堂席持马，招聚示众。元徽二年五月，举兵于浔阳，收掠官民，数日的示众二万人，骑五百匹，发盆口，西城商旅船舰。大雷戍主杜道兴却投戍主刘谦其告变朝廷惶骇。太祖与护军竹渊、真北张勇领军刘勉、仆射刘炳、游击将军戴明宝、骁骑将军阮殿夫、右军将 PG 六君王道隆、中书舍人孙千林、员外郎杨运长及中书省记忆末有言者。太祖曰：“其上流谋逆，皆因燕缓，至于复败。修反必远臣前师，清兵及下，臣我无备。今应变之术，不宜念远。若偏师失虑，则大举众心，一顿兴亭、白下，坚守攻耶东府，石头以待贼千里孤军，后无伪机，求战不得，自然瓦解。我请顿兴亭以当其锋，真北可以见甲守白下，中堂就是治兵的。
领军以屯宣阳门为诸军节度，朱贵安坐殿中，右军诸人不须进出。我自前驱，破贼必矣。因所比下意，并助同中书舍人孙谦林与修范有密契，独曰：宜依旧遣军据梁山、鲁险间，又未若不出白下，则应进遁南州。太祖振色曰：贼今已进，梁山岂可得志？新亭既是兵冲，所以欲死报国耳。长日乃可区区相从，今不得也。坐起，太祖故谓刘勉曰：领军以同比意，不可改意。乃单车白服出新亭，加太祖使持节都督征讨诸军，平南将军加鼓吹一部至新亭城垒未毕，贼前军已至。太祖方解衣高卧以安众心，乃索白虎幡登西园，使宁朔将军高道庆与林间臣显达、员外郎王敬则伏葛与贼水战，自新陵至赤岸，大破之，烧其船舰，死伤甚重。贼步上新陵，太祖持使报刘勉，即开大小横拨怀中船舫，西渡北岸。修范成监于律众至垒南，尚遣宁朔将军黄回、马军主周盘龙将步齐出垒对阵。修范奋兵攻垒东，短兵接战，自四至五，众皆失色。太祖曰：贼虽多而乱，寻破也。杨运长领三骑射手七百人，引强命众，故贼不得逼城。未时，张进而斩修范首。太祖遣队主陈灵宝送守海台、灵宝路，终遇贼军埋首到侧。台军不见修范首，越一句，贼众亦不知。修范已死，别律渡黑离及攻垒东，司空主部萧会朗数百人突入东门，叫造至堂下，城上守门兵劈退。太祖挺身上马，率数百人出战，贼皆推遁而前，相去数丈，奋兵横射。太祖引闷将PG7发左右将带众续举盾汉之，见应手引雨，伤百余人，贼死，战不能当，乃却众军复得保城，与黑离巨战，自不达明旦，矢石不袭。其夜大雨，鼓叫不复相闻，将士积日不得寝食，军中马夜惊，城内乱走。太祖秉烛振作，厉声喝止之，如此者数四。贼帅丁文豪设伏破台军于皂夹桥，直至朱雀横，刘勉欲开横，王道龙不从，勉急道龙并战眉出，勉高上其翼，托皂园宅名为东山，颇乎事物。太祖谓之曰：将军已故，命之众任兼内外，主上春秋未己，诸王并又冲，上留身意，遐耳所闻。此事将军艰难之日，而将军身上从容，费沈与义一招事至，虽悔何追勉进不纳。贼进至杜老宅，车骑点千茅田，开东府纳贼。冠军将军沈怀民于石头奔散，张勇溃于白下，攻内传新亭一线。太后执苍梧王守契曰：天下败矣。太祖遣君主陈显达、任农夫、张敬儿、周盘龙等从石头寄怀，兼道从陈明门入卫宫阙。修范即死，典签许公与诈称修范在新亭，士庶惶惑，异累投名者千数，太祖随的折烧之，乃列兵登城北，谓曰：刘修范父子先昨皆已及路，师在南冈下，身世削平南，诸军善见官军等名皆已焚除，物有惧也。
台分遣众军及渡老宅、宣阳门，诸贼皆破平之。太祖振吕凯入，百姓原道具官曰：“全国家者此功也。”太祖与袁粲、主渊、刘秉引咎解职，不许迁散其常侍。中领军都督南兖徐衍清继五州军事，镇军将军、南兖州刺史，持节如故。晋爵为公，增邑两千户。太祖欲分其功，请义粲等户，更日入职爵士，号为四贵。秦时有太后、穰侯、泾阳、高陵君，称为四贵，治世乃富有焉。四年，加太祖尚书左仆射，本官如故。PG 八，修范平后，苍梧王建行凶暴。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肃少有令谕朝野归心。景肃亦前为自权之计，不款臣于太祖，太祖拒而不纳。七月，与林坚元之奔景肃，便举兵。太祖出屯玄武湖，遣众军北讨，士平乃还。太祖威名既重，苍梧王身相猜忌，几家大祸。陈太妃骂之曰：“萧道臣有功于国，今若害之，后谁复为汝着力者？”乃至太祖密谋废立。五年七月戊子，帝为行出北湖，长丹马先走，与一禁卫随后追之，于堤塘乡倒籍，左右张护而马坠湖。帝怒，取马至光明亭前，自持其刺杀之，因共屠歌，与左右坐羌胡计为乐，又于蛮冈赌跳。既系乃还人寿殿东阿詹屋中寝，与左右杨玉夫四之女妒报我，时杀害无常，人怀为惧。玉夫与其党臣凤伯等二十五人同谋，于詹屋中取牵牛刀杀苍梧王，称斥，使乡下奏计，因将首出与王敬泽，敬泽送太祖。太祖夜从臣名门臣场所骑赤马入殿内惊怖，即知苍梧王死，贤臣万岁。即太祖见坐，号此马为龙骧将军，是谓为龙骧赤。明日，太祖荣服出殿亭槐树下，召四贵及议。太祖谓刘秉曰：“丹阳国家重妻，今日之事属有所归，并让不当。”太祖赐让袁粲，粲又不受。太祖乃下议，被法驾义东城迎立顺帝，于是长刀遮粲、秉等各失色而去。甲午，太祖移镇东府，与袁粲、主渊、刘秉各甲仗五十人入殿。秉身敬畏侍中、司空、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持节、都督、刺史如故，封晋陵郡公，邑五千户，给游状落车，班舰三十人。太祖故辞上命，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庚戌，进都南徐州刺史冯阳、玉夫等二十五人决议各有差。十月戊辰，又进都御司二州。初，荆州刺史沈攸之与太祖于景和室痛直殿审，深以欢好。以长女一心公主妻攸之第三子元和，攸之为颍州，直名帝婉运。PG 九，因有意图，自颍州迁为荆州，聚敛兵力，将力逃亡，折讨直陵。五，养马至二千余匹，皆分赴戍罗将士，使耕田而食，领财息，充仓储。荆州作部遂送数千人仗，攸之割留，部上共讨四山蛮，装置战舰数百千艘。沈之灵犀里，前薄器械聚积，朝廷未知。高道庆家在华容，
贾还过江陵，道庆速变马，忧之与宴饮于听事前和马硕，道庆硕中破忧之马鞍，忧之怒，所任硕，道庆持马而出，还都说忧之反状，请三千人袭之。朝议虑其事难，既太祖又保持不许。太祖既费力，遣忧之子司徒左长史元衍击苍梧王朱虐害器物视之，忧之未得及起兵，乃上表称庆，并与太祖书推功。忧之有素书十数行，常掏在两当角，云是明帝。与己曰是。十二月，遂举兵。其妾崔氏、许氏见忧之曰：“官年已老，那不为百口计。”忧之指两当角视之，称太后令召己。夏都京师恐惧。乙卯，太祖入居朝堂，命诸江西讨平西江君黄回为都督前驱。前襄州刺史王运，太后兄子，少有胆力，以傅凯名唤不达，欲以疆徒自奋。每府刀曰：“龙渊、太阿，汝知我者。”叔父景文戒之曰：“阿达，汝灭我门户。”运曰：“达与同屋贵贱决意。”同屋，景文子炫小字，达运小字也。运遭母丧罢任，还至八零亭州一月，日与忧之密相交媾，时忧之未便举兵，运乃下达颍州。世祖为颍州长史，运其世祖出调，因作乱据颍城，世祖知之不出。运还至东府前，又其太祖出，太祖又不出调，在计不行，外谋越故。司徒元粲、尚书令刘秉见太祖威权稍盛，虑不自安，与运及黄回等相结举事，殿内素未主帅，无不协同。忧之反问出至，太祖往石头与粲谋议，粲称疾不相见，客人深夜起兵据石头。刘秉匡切不时，从丹阳郡载妇女入石头，朝廷不知也。其也 PG 十，丹阳城王训告变，秉从帝领军运及直阁将军卜伯兴等严兵为内应。太祖命王进则于宫内诛之，遣诸将攻石头，王运将数百斤，守带甲赴粲，城门已闭，官军又至，乃散。众军攻石头，斩粲。刘秉走洛阳湖，运逃斗场，并擒斩之。粲未任虽重，无经视之，略疏放好久。布谢白羊郊野间，道遇一士大夫，便呼与酣饮。明日，此人未被之故，道门求通。粲曰：“昨饮酒无偶，疗香药耳，竟不与相见。常作五言诗云：‘访迹虽终与寻迹乃沧州，盖其志也。’”刘秉少以宗室亲景见之，孝武氏秉帝侠作通嫡母因氏养女，因王蛇中邪出，众疑行毒害，孝武氏秉从帝之讽秉其正其事。秉曰：“行路之人尚不应耳，今日乃可一门同进，无容奉斥。”众以此称之，故为明帝所任仓无废。秉出即意，于路逢帝运，运开车迎问秉曰：“今日之事，故当归凶邪？”秉曰：“吾等亦让领军矣。”运垂胸曰：“君肉中惧，有血。”粲点阡陌四祖之粲谋，太祖召问四祖，元谋反，何不启闻？四祖曰：“事主亦无二心，虽死不敢谢也。”运必人张陈伯藏逆运，太祖并赦而用之。黄回顿心停，闻石头鼓噪，律兵来复之，朱雀许有数军，
受节度，不听业过，会石头以平，应称救援。太祖知而不言，抚之月后，遣回西上，流涕告别。太祖屯月武堂，持节军旅。闰月辛丑，赵甲黄月，律大众。出屯新亭中心堂，置言柱垒。教曰：河南称词，亮有眼字。广汉留人，实存并朽。晋茂至资营，重沟郡堑，古虚囊碎，实有阴疑，深松茂草，或至堪治。平宣洞怀，寻黄曾闯，一并为收改葬，并设薄祀。二年正月，沈攸之公尹臣不克，众溃，自今死，传首京邑。丙子，太祖炫镇东府。二月癸未，晋太祖太尉，增封三千户，都督南徐、南兖、徐、兖、青、冀、司、豫、金、雍、湘、颍、梁、益、广、越十六州诸军事。太祖解票骑，辞都督，不许。P.G. 十一，乃表送黄钺。三月己酉，增班建为四十人，甲仗百人入殿。丙子，家与宝鼓吹，余病如故。辛卯，太祖朱镇北将军黄回。大明太史以来，乡臣奢侈，百姓成俗。太祖扶镇，罢御府、沈二上方诸事完。至是，又上表进民间华伪杂物，不得已经营微薄，马臣俱不得经营度，不得织成绣裙，道路不得着锦履，不得用红色为翻盖衣服，不得剪彩帛为杂花，不得以绫作杂服饰，不得做鹿行锦及举脚撑帛床、牙香笼杂物、彩帛作屏章、锦元见席，不得私作器帐，不得以七宝饰乐器又诸杂七物，不得以金银为花绶，不得折铸金铜为像，皆须墨赤，凡十七条。其中公及诸王服用，虽依旧例，亦请降中。九月丙午，晋尉贾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傅，领扬州牧，见吕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明。至左右长史、司马、从侍中郎、院属各四人，使持节、太尉、骠骑大将军、录尚书、南徐州刺史如故。故辞赵潜敦劝，乃授黄钺，辞书礼。贾莹给三望车。三年正月，乙巳，太祖表捐百姓不复。丙辰，加钱不与宝鼓吹。丁巳，命太傅府依旧辟照。丁卯，给太祖甲仗五百人，出入殿审。甲午，重申前命，见吕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明。三月甲辰，召晋尉相国、总百魁，封石郡为其公，备九锡之礼。加袭府远游官，位在诸侯王上，加相国律列寿，其票骑大将军。扬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太祖三让，公卿敦劝故请，乃受。贾莹策相国齐公曰：天地变通，莫大呼炎凉，玄象者明，莫重呼日月。严东波气真松之操自高，光景时昏，若华之应弥显，是故因锐当乱而不疑，忠贤临危而尽节。自景和昏月，王纲持稳，太宗受命，少开中兴，运属屯南，四郊多累。萧将军振威华荣，实资亦烈。 PG 十二，康国既明，于是乎在朕已不躁，素礼敏凶，四军失德，疏气未济，威武五行，前流九县，神宴灵异，海水群飞，一气已沉，宗因谁主坠流之代，未足为辟，岂直小婉
心次属离，作歌而已哉。天赞黄宋，时起明载，元灯寡寐，转成大业宏。续再为宏基重造，高勋至德，正古绝伦。喜宝恒一音薄禄，匡汉方思灭如也。今将受功典礼，其敬听正命。乃者元邓购货，时凡有图，子房不成，称兵邪乱。跨岛五湖平陵吴越福晋亏城省分会晋府谷镇于王基封低交乎天意，故沾公耶，将臣冒草言念邦国，简为仇仇。当此之时，人无故志，公投妹殉难，超然奋发，执金板而先驰，登营车而借路，军阵端严，促成极目，挥号一零，兄党兵叛，此则霸业之机，秦王之时也。安都背叛，窃据徐方，敢虑犬羊，凌虐淮虎，所而于背，同恶相济，天作无相，背顺归逆，北比前离，掩坠涂炭，军人废职，鞭尸告警。公受命宗方，金冠朝日，拥结河门，弃于萧。汉破釜之节，斩国必也，石梁之战，秦齐渠帅，保尽全民，江洋急续，此又公之功也。张燕迷妹，福固本朝，源自南区，至图东下，前军兼入，切记不渝。于时将福位移，黄图建祖。宫中臣慷慨，再显弥亮。身识九变，妙察五色，以寡制众，所向风眼。朝廷无东顾之忧，闽越有来苏之庆，此又公之功也。匈奴野心，侵略疆场，前师失律，王旅崩挠，洒血成川，浮尸千里。丑结丹州章，是郑鹏四陈胜长驱，窥于金殿。官代之鬼将阴，被发之荣行疾。公奉辞伐罪，借弹成真，兵车使交分进十荡，吊死斧伤。红宣黄泽，比我怀肥复沾胜化，此又公之功也。自资绝后，显允孔赤，封使长蛇，重亏上国，而是故乡人。 PG 十三，师出日老，战士无临阵之心，容促有怀归之思，是以下披金甲，望风震恐，脚成高垒，指日沦陷。公眷言王室，发愤忘食，公换甲胄，视显若疑。短兵才接，巨华鸟散，分江化界，开创清眼，此又公之功也。太史之末，入参进旅，任监军国，视同顾命。贵阳负重，亲问九鼎，列官毁免，拔本塞垣，入兵万城之国，顿几项未知。下烈火焚于王城，非使及乎君屋。即便疏忽，中古末二群，后幽黄元荣无主。公暗见凝神，则其谋冠世，秉毛指挥，则懦夫陈勇曾不重朝，兴亭献捷，信素之间，宣扬抵定，云雾扩清，屈与康之，此又公之功也。皇室多难，幸起七番，韩晋印韩藩为仇敌，建平师徒兴兵内侮，公又只受六师，一行呼色，意味于寻诸方宁掩，此又公之功也。苍梧肆虐，诸下靡废，淫行以惩，谁则无罪？火炎昆冈，玉石俱焚，前手相悲，朝不谋戏。高祖之业已沦，文明之贵谁似？公远基因，汉之义，晋尊位，晋之典，委以秒身入奉宗时，七庙亲密，九曲反正，
此右公之公也。元粲无职，刘秉携二运戍香山，陈词乱接，丑图前构，为机窃发，具有石头，置犯印路。公神谋内运，双峰外举，腰枕载臣，国图悦目，此右公之公也。沈攸之包获，岁月滋章，封木柴身，祖兵安忍，哀彼金汉，独为匪民，乃倦息故，免同一狱。而今沦为使，久乏未生，常恶不圈，遂逞凶逆，屈河兼回，事过萧虎，朝野忧疑，三军举气。公秉号出关，宁威江殿，正晴与皎日同亮，明略与秋云尽爽。志意所感，人百其心，会鼓鼓一挥，下手凝密，云梯位举鲁山客定。积年不诛，一朝显露，举普安流，章台顺轨，此右公之公也。 PG 14。 公有济天下之勋，众之以明哲，道必生明，至匡宇宙，路立四星，渠劳王室，自东除西，米有宁宴，贤足艰难，备尝之矣。若乃地构宗祭之情，造物资始之责，云不雾散，光备六忧，必与一人，永清四海。是以巨草腾芳于郊原，景星垂辉于清汉，峡方款观而目异，荒服众议而来庭，往哉渺乎，无德而名焉。正闻仇庸表德，前王盛典，重述侯伯，有国忧同，所以闻命成功，玄归显息，鸡蛋秉折，取复其藩，或改玉以红封，或作土以宣化，礼爵长班，宠冠群辟，元逮桓文，车服艺术，为功勋业超于先烈，而褒赏却于旧章。古今之道，何其爽于景言轻叹，良有缺然。今晋受相国，以青州之齐郡、徐州之梁郡、南徐州之兰陵、鲁郡、琅邪、东海、晋陵、义兴、扬州之吴郡、会稽、樊石郡，封公为齐公，西资玄土，居以白毛，定而邦家，用建种舍。司时尚复故藩，是作盟主，纪刚侯殿，绿游旧泽，往浙州，召见国师保兼任，毛必直归，入座亲事，内外之宠，同归在席。今命使持节，兼太尉、侍中、中书监、司空、卫将军、于都县。开国侯渊受公相国应受，其公喜服，持节兼司空副、守尚书。令森前受其公毛土，今虎符第一至第五左，主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国为总百辟，至于三世，只以礼仪，号随事阁。其以乡国总百魁，去录尚书之称。宋所假节，侍中貂蝉，中外都督太傅太尉应寿，晋灵公应策，其票骑大将军、扬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又加公九锡，其进听候命，以公执礼红绿，移行区域，遐迩一体，名无异业，是用西宫大路，荣禄各一，玄母二四。公重修南母，所保为古，王府充实，百姓繁复，是用西宫滚冕知福，赤蝉赴焉。公居身以谦，导物以义，荣军数品，往不合月，是用西宫宣献之乐，六艺之舞。公亦赞王游，身教远下，蛮夷结欢，回首内附，是用西宫诸户以居。公明见人伦，成变。PG 15。今为官方与能，因之克举，是用西宫纳币以登。公保佑皇朝，立身化下，度建房盟，
韩申营氏是用西宫虎贲之士300人。公欲诡以行，欲奸以德，君亲无疆，疆而必诛，是用西宫符号。各一。公奉举四为龙签八表，威灵所镇，意欲同文，是用西公同公仪同十百，聂公十，聂十千。公明发载怀，素公因嗣。孝敬之众，亦感临之，是用西公具畅亦有，归赞复焉。齐国至，丞相以下，一尊就是。往清哉。齐之福正命，经纬乾坤，洪亮。洪业，茂昭而大德，阐扬我高祖之修命。太祖三让，公卿敦劝故请，乃受之。丁巳，下令设国内书死以下，今月15日昧爽以前，一皆元赦。官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赐谷五斛，抚州所领，一同荡然。宋帝召其公十郡之外，随移除用，以齐国出谏，给钱500万，布5000匹，绢5000匹。四月癸酉，召晋齐公爵为王，以御周之南梁、陈郡、颍川、陈留、南兖州之盱眙、山阳、秦郡、广陵、海陵、南沛十郡增封。使持节、司空、卫将军主渊奉册，受喜服，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石符第一至第十左，西资玄土，居白毛，改立王舍。相国扬州牧，骠骑大将军，南徐州刺史如故。丙戌，命齐王免时有二流，见天子旌旗，出井入壁。陈金跟车，驾六马，备50副车，至矛头云喊，勒58邑，舍中据攻陷。王世子为太子，王女王孙绝命亦如旧仪。辛卯，宋帝禅位，下诏曰：惟德动天，欲恒所以载序，穷神之化，亦诏所以归心用，能经纬乾坤，迷轮宇宙，阐扬宏烈，大庇生明，会往明来，即待同轨，前往种武，势必由之。宋德因为昏悔相袭，景和逞备于前，元辉肆虐于后，三光在埋，七妙将坠，玄极伟玉，寒食之敏，我闻武之作妙，焉如坠，尽为此稳，细替旧心。 PG 16。相国齐王，天旦瑞盛，和月丙临，枕清题为臣分尽乱，匡济艰难，公君造物，鸿谋双照，密算云回，金佩所临，一挥必捷，阴风所伏，无私不掩，表里清夷，遐而宁密，继而光起，宪章鸿宣礼教，奸诡之类，睹龙威而革情，目善之仇，仰辉由而增利，道迈于众华，勋超乎文命，荡荡乎无德而称焉。是以便发左任之求，款官请吏，木衣会服之长，航海来庭，岂为素甚献苦，月常见辉而已哉。故四傲载宅，六福克和，川陆孝真，真祥灵吉，青烟玉漏，旦夕阳早，家岁之阴，鬼客尘冒，隔运思丙，待中弥亮，复以握书允归明哲，故以欲送去送讴歌世奇，习经正纪伦，水德地构，天之隶属，矫焉幽真，正虽寡昧，暗于大道，积览龙替，为日已久，敢望列代遗则，人神志愿乎？便训谓别公，尽禅于其一一堂于未尽故事。是日宋帝训于东邸，备羽仪，乘化轮车，出东耶门，问津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答者。人臣策命齐王曰：依太古出尘，万物分轮，开药灵以见品物，立元后以御真
人。若芙蓉城大庭之士密西五龙之城弥得而降焉。四宣皇已降，焚素所祭，略可言者，莫重乎尧舜。披精神而卧天，晋开玉匣而总的为，得之修明，成居灵吉，其运有终，归禅与能。所以大唐逊位，言劳然新歌，有余依让，青云发彩。亮福命之幽真，坦志功以成物，怀身载意，灵之孝旨，移风于列。光背无垠，汉魏英寻，福感失坠，元逮进士，一尊前移。唯我祖宗英锐，勋格悠显，从天人而其七正，凝志德而辅四维。末夜不躁，人事多故，日时星陨，山轮穿节，唯望圣哲渊明，融尽宇宙，体望日之威，资就云之泽。灵下以简，欲众以宽，人欲群身，一真不讳，国图建祖，宏无虑。而知宁皇序将英秉六数以匡济，及至权臣内侮，翻平陵上。PG 十七，兵革云翔，万邦震骇，才之以武风，随之以文化，遐迩轻移，表里肃穆，及雕戈而视俯伏，伟金门而攻如馆，身化远迹，荒福无成，殊类同归，华容一魁。是以武光来移于宣庭，九岁寒方于郊牧，向伟昭彻，不兴之福已现，图称标炳，受中之意迹。张灵旨乃卷，照明引领，正文至道身为，为人是宏，天命无常，为德是语。所以仰见玄情，俯察群望，尽禅神器，受地位与耳功，四海困穷，天路永终于系王其允之绝中，移行前是以赴绿土之兴旺，命思求而夜苍浩，奏云门而生环丘，时因大礼永保红叶，岂不甚于。再命喜书曰：皇帝敬问相国齐王，大道之行与三代之音，朕虽暗昧而有志焉。夫昏明相袭，鬼景之横渡，春秋地运，十岁之长续，求诸天数，有且龙替，审一在人，能无终谢。是故勋华洪峰于上夜，汉魏垂视于后坤，喜我高祖，清明文思，正明玉德，皇陵眷命，眼有四海，晚事多难，兼鬼时繁，会古古消文，圆融淡静，一照宜人。起处迷错，加以四军荒怠，夫虐万方，神鼎将迁，宝册无主，时赖阴盛，匡济兼为，唯望体天泽的舍宏光大，明并日月，会君云雨，国不思梗，则人威外发，王犹不躁，则渊魔内招，众构敏无在宁怀，即近九江之洪波，卷海夷之纷枕，放赤兄妹，存我宗嗣，旧物维新，三光改照，逮至宠臣列官，则才以妙略，今汉反噬，则朕以雷霆挥佩所临，风行草迷，神算所指，龙举云属，诸夏扩清，戎狄思伟，新闻演武，产阳红烈，明宝充媚，翱翔礼乐之场，抚柔前手，衔击人兽之欲。自双鹿所坠，星辰所惊，震烁不通，人迹罕至者，莫不于山越海。北面称帆，款观众议，修其直贡，是以真祥发彩，左使载其旗，玄相垂文，保彰审其度，奉书表四类之运，龙图显班瑞之奇。 PG 十八，众以诸横日角，神姿特挺，军人之意，在世必彰书
不云乎？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民心无常，唯惠之怀。神祇之眷如彼，苍生之愿如此。身管变身，终时改掉，正所以庸玄持恒，清著明哲。习今得纪伦，而传作于我有颂，隶属告终，实在资日矣。以水德而传于其世尊前典，广寻群议，王公卿士贤曰为宜。今遣使持节、兼太保、侍中、中书监、司空、卫将军于都县。侯渊兼太尉、守尚书令森前奉皇帝喜寿，寿终之礼，亦一堂。于故事，王琦允父幽冥，时登元后，宠随八表，以酬昊天之修。命太祖三辞，宋帝王公以下故请。兼太史令将作将臣文件，奏服命曰：六，抗魏也。后汉自建武至建安二十五年（196年）而禅位，魏自黄初至咸熙二年（46年）而禅境，境自太史至元熙二年（156年）而禅宋，宋自永初元年至申明三年，凡60年。咸以六中六寿。六，抗魏也。燕往魁京，若思昭著，敢以直任，被臣管血。福愿顺天时，应福瑞。二，朝百辟又故请。尚书右仆射王简奏，被宋赵逊位，臣等参议。一刻日于驾受禅，撰立遗著。太祖乃许焉。使臣曰：按太一九公战，推汉高五年，太一在四公，主人与客俱得及，既先举事者胜，是遂高祖破楚。晋元兴二年，太一在七公，太一为帝，天穆为辅佐，破邪太一，是年安帝为桓玄所逼出宫。大将在一公，参乡在三公，隔太一经验隔者，以立正事，上下隔之，不利有为，安居之事，不利举动。元兴三年，太一在七宫，宋武破桓玄。元嘉元年，太一在六宫，不利有为，徐复废荥阳王。七年，太一在八宫，官囚恶岁，大小将皆不得力。其年到燕之北伐，初胜后败，客主俱不利。十八年，太一在二宫，客主俱不利，是遂低阳南当寇梁邑。PG 十九，来年仇持破。十九年，大小将皆见官不利，凶。其年裴方明伐，仇持客百顷，明年失之。太史元年，太一在二宫，为大小将。偃击之，其年仅合废。二年，太一在三公，不利先起，主人胜。其年晋安王子勋反。元徽二年，太一在六公，先起败，是遂贵。阳王修犯反，并伏诛。四年，太一在七公，先起者客，西北走。其年建平王景肃败。申明元年，太一在七宫，不利为客，安居知事，举事为主人，应发为客。元灿、沈攸之等反，伏诛。是遂太一在杜门，临八宫，宋帝禅位，不利为客，安居知事，举事为主人，禅代之应也。本纪第二高地下。建元元年夏四月甲午，上集皇帝位于南郊，设坛柴寮，告天曰：皇帝臣道臣敢用玄母，昭告皇皇后帝。宋帝至见干续，卿若明命，以命于道臣。夫赵自生明，数以思木，所以产吉则天，开元创物，四资大道，天下为公，命不于常，习在于
下受中上代越自汉魏依让中叶咸丙朱典摩载在方策水德既为人事多故时赖道成匡整之功以弘济于绝间大造颠坠在构区域宣礼明行地人机义鬼尾宁相穿越表灵但为天人往复何会乃养邪归运仅属与能用极大命于兹慈德匪似至于类人而群公卿士数隐御士原籍离县至于百荣签约皇天眷命不可以故为人神无托 PG 二十不可以旷主为天之威敢不知顺弘历敬简元臣前凤凰夫身谈受禅告类上帝以永达明中世夫万国为名灵氏想李弼大驾还宫灵太极前殿诏曰武德更少帝纪所以代昌三镇叠龙王度所以改要事有直文实获因格其资源因力今道证明故以艺术同魁疏流共贯者矣正义寡妹属直奸计推四情之臣极乐智之术贤能悉心是名智力用获缜逆堪报一匡天下夜未参股功代谋袭宋氏以灵已有真隶属幽籍司鸿乐推永建重替原籍天禄于政公为智匪薄慈福获招遂亲从天人是咒景命知月正于文祖声音唱于上帝为义寡德光宅四海转隔代之宗托王宫之上若涉渊水往之所寄宝座初起弘庆维新思彼立则宣备一诏可大赦天下改申明三年为建元元年赐名爵二级文武敬畏二等官寡孤独不能自存者古人五胡不租宿债务复收有犯乡论轻易脏污淫道一皆荡涤洗除先著与之根始长途赤细之求特皆缘浅王官失爵禁锢夺牢一一就典封宋帝为汝阴王助攻丹阳县故治行宋正朔车骑服色亦如故时尚书不为表答表不称诏将宋晋西王谢为阴安公江夏王姬为沙阳公隋王启为武阴公新兴王松为定襄公简安王喜为利浦公郡公主为献君献公主为襄君诏曰祭事向贤列代盛典酬雍四美前载令图宋氏通侯乃宜随运审替但清德怀义上表焚驴况功绩屈下道光民俗者哉降差之典宜尊往至南康县公华荣县公可为侯平乡县侯可为伯简户有差以祭刘牧之王弘和吴继后以司空主渊为司徒吴郡太守柳世龙为南豫州刺史诏曰臣运诏创实命为新宜弘庆佑广夫捐泰劫贼于口没在 PG 二十一台父者西元放诸父姓刘喜普听海本土以其国左卫将君臣显达为中护军中领军王敬则为南兖州刺史左卫将军李安民为中领军戊戌以荆州刺史仪为尚书令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冠军将军应为荆州刺史西中郎将晃为南徐州刺史冠军将军袁崇祖为豫州刺史骠骑司马崔文仲为徐州刺史段四方上庆礼己亥
诏曰：自鲁景回至，农桑邑也。盐铁防民，或欲商制，历代陈俗，流度岁资。元稹一弊，革末反本，使公不专利，盲无师也。二公诸王，悉不得盈利屯底，封略山湖。太官迟延，宫廷税入，优量省制。庚子，诏宋帝后藩王朱灵已有守卫，有司奏帝灵阁，至长一人，兵有差，王陵五人，非平三人。五月丙午，晋河南王吐谷浑石营号骠骑大将军。诏曰：陈运革命，隐爵改封，宋氏帝制，虽已省替，其有欲效屯夷，宣立其业者，一人本封，摩索简将。有司奏刘襄阳郡公张敬儿等62人，除广兴郡公沈谭亮等122人。改元嘉立为建元立，穆德胜卯中尉，以正月卯祖，十二月未腊丁未。诏曰：设牧取江，悬赏购市，盖出权宜，非曰恒治，请世间显竟已成俗，且常不义，开罪珊瑚，是为情形不辱，王篡无九。自今以后，可断众目。仁子，诏封左命文武功臣新厨司，屠竹渊等31人，晋爵增户各有差。乙卯，河南王吐谷浑石迎奉表贡献。丙辰，诏遣大使分行四方，遣兼散骑常侍12人巡行，以交宁道远，不遣使。即位，汝阴王薨，追谥为宋顺帝。中礼一位元，晋恭帝故事。辛酉，因安公刘谢等伏诛，追封谥。上兄道度为衡阳元王，道生为始安贞王。丙寅，追尊皇考曰宣皇帝，皇比为孝皇后，非为昭皇后。六月，辛未，诏相国骠骑中军三府职，可依资劳度二官。PG 22。若直线以营，所余可赐满。人生以游击将军周山图为兖州刺史。乙亥，诏曰：宋末平年戎寇，兼灾及雕损，或枯骸不收，毁趁末掩，移宿轩下埋藏营蓄。若标题犹存，信字可识，可及运载，置还本乡。有司奏遣外间点士四人，周行离门外35里为县，其余搬下州郡。无官弃标题者，属所以台前功。是庚辰，七庙主被法驾及于太庙。诏诸将即刻戮力艰难，尽情职位，其从还功者，普赐位一阶。辛巳，罢荆州刺史。甲申，立皇太子则断诸州郡礼庆，践行入众者，降邑等。丙生前设恩百日，立皇子仪为豫章王，应为临川王，晃为长沙王，业为武陵王，号为安城王，羌为鄱阳王，朔为贵阳王，建为广陵王，皇孙长茂为南郡王。已有葬宋顺帝于遂宁陵。秋七月，丁未，诏曰：交趾北境，独阁书硕，斯乃前运方济，赴海不朝，因迷遂往归款莫由，驱设交州部内里，书县一人及府南侍文武祥才选用，并遣大使宣扬朝恩。乙侍守武平太守行交州府事李书宪为交州刺史。丙辰，以鲁伟杰卢镇主因平公杨广乡为沙州刺史。丁巳，诏南兰陵桑梓本乡常捐租部，武进王业所积，赋十年。九月，辛丑，诏二吴一兴三郡遭水，减今年田租。
以四以新除尚书令，骠骑将军豫章王仪为京襄二州刺史，平西将军临川王印为扬州刺史。丙午，司空主渊领尚书令。五申，车驾幸宣武堂宴会，召诸王公以下赋诗。冬十月，丙子，立彭城刘印为汝阴王，奉宋帝后。己卯，车驾因辞太庙。辛巳，诏曰：朕因坠事物三十余岁，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末路屯移，戎车遂驾，臣及时来之运，时资是民之力。宋元徽二年以来，诸从军的官者未悉蒙禄，可催速下访，随朕即给才堪于任者，访席量序。若四周事数本相沦陷，不及不存，寻效摩索，可听州郡保押，从实除奏荒。 PG 23。 远却中正者，特许拒军部奏除，或数汉边役，莫由炫反，听于同军各立武报，所立有司，实为严烈。汝阴太妃王氏薨，追赠为宋恭皇后。十一月，庚子，以太子左卫律萧景先为司州刺史。辛亥，立皇太子妃裴氏。甲申，封功臣骠骑长史江密等十人爵户各有差。二年春正月，戊戌朔，大赦天下，以司空、尚书令主渊为司徒，中军将军张敬儿为车骑将军，中领军李安民为领军将军，中护军陈显达为护军将军。辛丑，车驾青辞南郊。癸卯，诏所虏寇淮。四遣众军北伐，内外转延。二月，丁卯，虏寇寿阳，豫州刺史袁崇祖破走之，至巴州。壬申，以三八校尉明惠昭为巴州刺史。戊子，以宁蛮校尉萧赤辅为雍州刺史，南蛮长史崔惠瑾为梁、南秦二州刺史。辛卯，赵西进献节，解言。癸巳，遣大使寻魏怀、肥、徐、豫边民游平购南者，赐食两千石量，加赈序。甲午，诏江西北民避难流徙者，至遣还本，捐今年租税。单凭及孤老不能自存者，即听藩籍郡县押领。三月，丁酉，以侍中西昌侯鸾为颍州刺史。戊戌，以护军将军陈显达为南兖州刺史，吴郡太守张岱为中护军。己亥，车驾幸乐游苑宴，王公以下赋诗。辛丑，以征虏将军崔祖思为卿，继二州刺史。夏四月，丙寅，晋高丽王乐浪公高敛号骠骑大将军。五月，立六门都强。六月，癸未，诏袭遂水旱，驱赦丹阳。二吴一兴四郡遭水游聚之县，元年以前三条未冲，虚列已毕，官长局吏应共常备外，享所除右。秋七月，甲寅，以辅国将军卢绍之为卿，继二州刺史。戊午，皇太子妃裴氏薨。闰月辛巳，遣领军将军李安民行淮。四庚寅，所虏公渠山卿，继二州刺史卢绍之等破走之。冬十一月，戊子，以低阳 PG 24。后其为秦州刺史。十二月，戊戌，以司空主渊为司徒。以四车驾信中堂听。宋仁子，以骠骑大将军豫章王仪为司空、扬州刺史、前将军。临川王印为荆州刺史。三年春，
正月，壬戌朔，赵王公卿事见党言。丙子，以平北将军陈显达为益州刺史，真阳公柳世龙为南兖州刺史，皇子封为江夏王。领军将军李安民等破虏于淮阳。夏四月，以宁朔将军沈景德为广州刺史。六月，壬子，大赦不租宿寨，除简有差。秋七月，以关军将军袁荣祖为徐州刺史。冬十月，戊子，以河南王世子土谷浑义渡侯为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四年春正月，壬戌，诏曰：夫交降之典，宜伦优先，所以招正才端，启发兴序，弘自黎芒，纳之诡异，是故五礼之既可传，六乐之容不敏。朕自因利受徒，至产精训，且有司群僚奏议贤疾，盖以容车实景，文教未宣，思乐叛功，永言多慨。今官岁无余，时和岁忍，远耳同风，华夷慕义，便可世尊。前准修建校学，精选儒官，广言国胄，以江州刺史王延之为右光禄大夫。癸亥，诏曰：彼遂升威西北，义勇争先，允弃寇场，命尽王室。战王捐赋，虽有横典，主者尊用，每商减薄。建元以来，战王赏捐租布二十年，杂役十年，其不得收失，主君保押，亦同此例。以后将军长沙王晃为护军将军、中军将军，南郡王长茂为南徐州刺史，冠军将军安城王浩为江州刺史。二月，以位以冠军将军桓康为卿，继二州刺史。上不遇庚戌，赵元京师求系有差，元年以前不则皆元除。三月，庚申，赵司徒主渊、左仆射王简诏曰：吾本不依宿族，念不到此，因及时来，遂隆大业，封道沾备，生平可期。构及弥留，至于大建公等奉太子如是无柔远能耳，稽河内外，当令太子敦。 PG 25慕清气，委任贤才，崇尚节俭，弘宣简惠，则天下之礼尽矣。死生有命，夫妇何言。壬戌，上崩于灵光殿，年56。四月，庚寅，上谥曰太祖高皇帝，奉子宫于东府前主升龙州。丙午，贬武进太安陵。上少省身有大量，宽严清简，喜怒无色，博涉经史，善数文，工草隶书，亦其第二品。虽经纶已显，不废夙业，从检察谋，以微重的重。即位后，身不欲精细之物，侍中书舍人桓景真曰：主一中似有欲戒导，此致使自大明末后太史尤增其力，留此至主一，正是心长即圆，可及时打碎。凡富有可异物，皆宜随利也。后宫器物兰剑以铜为饰者，皆改用铁，内殿师黄沙帐，工人者紫皮履，华盖除金花瓜，用铁回钉。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欲以身绿天下，以便风俗。上姓名古体及其运隶属，并远印图称数十百条，历代所谓有臣下撰录，上议而不宣，甚矣。使臣曰：孙卿有言，圣人之有天下，受之也，非取之也。汉高神武俊胜，观秦氏东游，盖世雅多大言，非始自知天命。
光武闻少公之论称，亦特一时之效语，为武出其一兵，所其真西之目，晋宣部内破曹爽，岂有定霸浮桥？宋氏崛起匹夫，兵由义立，衔接一世推雄，促开鼎座。宋氏正位八军，不年五，即四绝长敌，三称中心，内南边隅，兵革势动。太祖即命之。初，武功前用，太史开运，大整时间，龙德在田，见猜云雨之。即即苍梧暴虐，性节朝野，百姓凛凛，命悬朝夕，权道既行，兼济天下。元公正主，力气难以假人，群才戮力，实怀尺寸之望，岂其天堰水行，故以人稀慕德，归功于能，是极乎此。虽至功于四海，而运及时来，无心于黄屋，而道随物变，应而不为，此皇其所以及大命也。赞曰：于皇太祖有命自天，同度宇宙，何量山渊。宋德 PG 26。布少神气虚传，宁乱以武，触暴资贤，拥伐西江，攻心北汉，偏师独克，孤旅停断，原配东下，直思尽乱，止服徐方，实为伐叛，抗威经辇，坐清江汉。文艺在公，方成渊塞，用下以才，证明以德，端己雄罪，君临尊末，包括四海，大造家国。本纪第三武帝，世祖武皇帝惠泽，字宣远，太祖长子。